喜欢用香港地区饮食文化，也是香港人把这种快节奏的饮食文化带到了广东那边，并发扬光大。那么今天我去的这家呢，就是非常受广东人民追捧的，那么赶紧去吃这家茶餐厅吧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要在这个火记茶档开启我幸福的下午茶时光了，也就是我今天的第二张王牌。然后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我桌上这个菜品吧。这个是滑蛋牛肉饭，这个是香煎鸡排滑蛋饭，然后这个是厚花生酱的西多士，这个是一个猪排包，里面加的是鸡排。好，那现在废话不多说，从我面前的开始吃吧。先来这个滑蛋牛肉饭。先来下午茶的第一口吧。哇，这鸡蛋好嫩啊，它酱汁调的也特别好，不咸不淡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生菜，这个生菜水分也很足，很清脆。尝尝这个牛肉吧，这个牛肉应该不是腌制过的，特别的新鲜。然后你咬它的时候，里面还很多汁。哇，它这个酱料好足啊，感觉每一口米饭都可以裹上满满的蛋液，真的可以幸福哎。这个牛肉虽然选用的是瘦肉，但是它一点都不韧不柴。刚才他一端过来，我就觉得这个米饭香气四溢，然后就问了一下老板，他这个米饭是怎么做的？他说加了一点点黄油捞过的。我真是香而不腻，对，而且我今天点了满满一大桌，才花了不到100块钱。今天最后一口滑蛋牛肉饭，好吃，而且量也特别足。好，接下来是我这个香煎鸡排滑蛋饭，它这个酱汁是可以选的，今天我选的是这个番茄口的。我这鸡排滑蛋饭可比那个滑蛋牛肉饭沉多了，好好吃啊，混合了西红柿跟番茄汁的酸甜可口，哇，简直绝了！尝一个这个，就是在一个很传统的中餐厅吃出了西餐馆的味道，而且我觉得女孩子会更喜欢，因为它特别酸甜可口，特别开胃。它这个鸡排选用的这个是鸡腿肉的部分，所以特别的鲜嫩多汁。万红丛中一点绿，藏了一颗小西兰花。就是它这里的每一道食材都很出彩，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这个番茄呀、啊、没有去皮儿，要把皮去了就好了。真的是幸福指数一点点在飙升，好开心啊。然后接下来吃我这个脆皮西多士，也是他们家的招牌之中的招牌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每一桌都点了这个，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吃脆皮西多士。我来了，哇，好吃！它这个骨子外面裹了一些蛋液，还有少许的这个炼奶，然后里面有些花生酱，混合在一起特别香，就是外皮酥脆，然后里面香糯软嫩。其实这个西多士啊是粤语的发音，它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吐司，但是它这个吐司面包特别的松软。好好吃啊！然后怎么跟你们形容呢？这个花生酱虽然薄薄的一层，但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，就是充满花生香气的一个西多士。而且我觉得它不会过甜，就是不太喜欢吃甜品的人都可以接受这道。唯一不开心的是，这是我今天这个西多士的最后一口了。然后这个也是他们家招牌特色，叫煎鸡排猪扒包。其实我本来想点猪排的，但是因为他们家太火爆了，今天好多招牌都被点光。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粉料，然后撒在这个上面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是手套，这个手套太影响我跟那个猪扒包的近距离的沟通了，所以去你的手套。我平时吃像这种感觉像潜水艇一样的三明治，都是吃赛百味的那种，但是赛百味的面包它就比较干硬，它这个面包就水分很足。它这里面除了有这个特别嫩的鸡排，跟我刚才吃那个鸡排饭的鸡排是差不多的，然后还有一些美乃滋，还有这种番茄的片儿。我觉得这次广州没白来，至少让我发现一家好吃的茶餐厅。而且它这个
鸡扒应该是连着鸡皮炸制的，他们这个鸡皮特别的焦香酥脆，就有一点焦焦的感觉，然后裹着这个满满的美乃滋酱，从你嚼一开始到最后都会萦绕在嘴里，就那个鸡皮的香味。再搭一杯这个咸柠啤，它这个味道特别像金桔柠檬茶。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美乃滋要再多一些就好了。这是今天鸡扒包的最后一口。好，今天美食67在浓浓的香港情怀的一家茶餐厅叫做火鸡茶档，享受了我幸福的一顿下午茶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踩雷的，他们家的应该每一道都好吃。虽然说今天有一些招牌我没有吃到，有点遗憾，但这样也给下次留一个机会嘛，下次过来再吃。而且我觉得这种人挤人坐着吃特别的热闹，更加的香。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们有机会来的话，可以来广州吃下午茶的时候想到来这家吃，就在北京路这边的新华书店的对面，在这个李白巷里面，叫做火鸡茶档。我的第二张王牌我觉得特别的硬，那大家记得去关注我美食特务七，把这家餐厅送给你们，满满的幸福，拜拜。